远景盘查逆向违停车辆，驾驶立即加速逃逸，于路口冲撞小货车、汽车逃逸，远景随即立即拦查围捕。该男子浑身酒气，挥拳攻击远景，遭到同仁合力制服。男子被逮捕后拒绝接受酒测，经医院抽血检验，换算酒测值为 0.77， 已触犯公共危险罪，全案依法侦办。